这是欧任哥哥，这是阿布，中乖。哇、哦，阿鸟喂，阿鸟喂。今天我们来全区放风，从望东风一直到望春风。阿布，小猪尾巴，我先陪你一下好不好？阿布，来跳上来，来陪你陪你。来，先呛一个，按照惯例先呛一个。嗯，好热情。热情热情热情的阿布，热情如火啊，很舒服哈，住这个地方很舒服哈，整晚吵我很舒服哈。想出去吗？你介意吗？跟我讲你现在在心里想什么吗？尾巴都翘翘的，怎么那么的可爱呀、啊？啊哈，滑下去滑下去了。你这样可以维持多久？你这个小幼猫，你可以维持多久？嗯，亲亲，你怎么那么的撒娇？你好久没有鹿岛了呢，要不要表演一次鹿岛？我们就出去外面玩，一直在呼噜。超可爱的啦，嗯，那你鹿岛一次，我们就去外面玩。好，那鹿岛一次，我们就去外面玩。那你倒下，我确定你的技能还在，要不然你出去都已经忘记了，什么都忘光光了。哎呦哎呦，真的倒了，哈哈哈哈，那这样可以，那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你还是阿布，准备 ，Go。今天比较特别哦，这个时候有点尴尬，前面有两位姐姐，她那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新天地，那她打算怎么做呢？她会出去吗？阿布她会怎么选择呢？她出去了，她踩错了第一步，踩错第二步，整个身体都跨出去了，然后先来一个舒压的抓柱子，她现在打算第一个地方去哪里？因为现在到处对她来讲都是敌人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撞上了撞上了，赶快闪了过去，先到她最熟悉的望东风处，好可爱，然后习惯往这边先跑。哦，很快很快，冲啊！好可爱啊，阿布，你在观察什么呢？好可爱的阿布，阿布，你要去哪里？现在对他来讲，到处都是，太惊喜了，太惊喜了。现在阿布现在做什么呢？观察鲁邦当中，先站着一下，哎，站着，先好好站着。对，站在男人顶上的猫咪，它会不会往冰箱上面跳啊？往中岛跳是不是？真的了，它跳过去了，它跳过去了，它上了中岛了，解锁中岛，下得来吗？好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好不好？我帮你，我帮你啊。把你挑了呀！然后去望春风台，那只猫咪哦，它一直住在里面不会出来啊，不用担心它。超级好奇，它闻到里面有什么？你可以当气毒猫了，你知道吗？它们喜欢闻东闻西的。这其实每天这样子跟它直播个一下下，我就有很足够的运动了。哇、哦，太厉害了！找不到。然后别玩水。好了，你过来。不要玩水啦，喷到我的手机了。那跳下去好了，哎、要玩你跳下去，等下我帮你烘干。哎，趁我插镜头的时候，军事重地，放开你的猫手！军事重地，你不要开玩笑哦。这样我现在很像牛啊，我们去望春风，我帮你跨出去，往下跳。哦哦，欧仁在这边哦。欧仁，阿布，这是欧仁哥哥，这是阿布。欧仁，这个是阿布哦。欧仁好棒哦，欧仁两个弟弟亲亲呢，两边在互相吻呢，是蛮温馨的感觉啦。哎，你们很棒哦，友善的欧仁。我那没有敌我身，哎，我那你是个绅士哎，我那你太棒了。好，我那选择36G走人上车，然后推门打呼，占了人家的位置。你这个姿势像小花猫来套哈。你可以不要弄家猫砂盆吗？别人的厕所哎。我那啊，你是一个好哥哥哦，你跟这个米酱哥哥一样大度。要跟他好好相处哦，好不好？黑妞，你一直在这边冷眼旁观哦，要不要下去抱 Olen？ 很明显的 ，Olen 现在拿着是小屁猫，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哦。阿布，他立刻解锁了一个玩具，这里好玩吗？哦、又遇到了，又遇到了，两边在你来我往，哎 ，No！ Olen， 那是弟弟哦。阿布，你不要去挑衅人家啦，要尊师重道哦。欧仁，这个好猫不跟小猫斗。好好好好，你够了，你够了。欧仁，你很棒，欧仁你很棒。你看人家对你多忍耐嘛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子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先这样。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好，去。阿布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来，上来，阿布上来。对，上来。棒，很棒，你很棒。好。这样够了，不要太多。阿布哎，躺下。你，他都想要自己开门的哦。躺下，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宝贝，都是臭脚。阿布，哥哥看起来很好哦，不要学会咬人哦，变成很皮耶。你以为我这样会痛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痛死了，我只在忍你而已哦。啊，刚来的时候在装乖。哦，两位，你搞我重疾了，我靠你吃饭，等你帮我等你再装一下。
阿弟他说，哦，安鸟喂，安鸟喂，安鸟喂，不行，快打猫疯了，他会生猫拳。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真的是楼下到时候还有四只哎，还有四只小猫哎。啊，你玩到在船了，好了好了，啊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了。阿虎，拜拜，放风时间结束。好嘞，你好棒，你已经完全晋升成欧巴了，备受肯定，你可以接纳他吗？你应该很能体会吧，在外面流浪的感觉，你也是经历过这个生死边缘的。猫咪太可爱了，家里没有养的，赶快去领养个七八只。